件是商代兽面纹玉佩，一件是汉代勾云纹佩，哪一件更吸引你的眼球？其实你就是为了显示你能写这俩字儿。对，就会写这俩字。你见过龙纹玉剪刀吗？泥璧的真正用法你了解吗？这个不是匕首，铲子吗？我觉得像勺子，但是太平了，掺个煎饼什么的。把握市场命脉，真品价值几何，精彩就在一锤定音。比眼力，当赢家。谁是最具眼光的投资者？一锤定音为您精彩呈现。大家周末好，我是谢颖，欢迎大家的光临。首先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肖剑和李明宇，欢迎二位。上回呢，你们两位一直是唱着对台戏。对。最后呢，明宇是惜败了，惜败给肖剑了。肖剑拿回家那个是给自己了，还是给媳妇儿了呀？赶紧得交工啊！哎。上交给媳妇，他喜欢吗？喜欢，太喜欢了。对，不要钱的他都喜欢。对，今天这个奖品呢不太一样了。这是来自于福建莆田彩绘工艺美术师吴立波先生带来的这件作品。看，嘿，栩栩如生的观音像。来，吴大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件作品。彩绘造像艺术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大量使用纯金、纯银以及其他昂贵的矿物质颜料，用笔细腻，风格华丽，线条精细，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来自福建莆田的工艺美术师吴立波，潜心研究造像彩绘20多年，在借鉴传统精华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精工制作出许多让人惊叹的作品。今天，他将为一锤定音的嘉宾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件作品呢，是铸铜的铜摊儿。上面是那个用矿物颜料彩绘、贴金、纯工笔绘画，1个多月到2个月之间这样做完。所以说整个流程全部是手工制造完成。一般来说，这样类似的作品在市面上的价格是多少？大概是2-3万以上。先用掌声送给我们的吴大师。今天两位，明宇会不会得到今天这件奖品？我希望能把这观音请回家。肖剑呢？我也希望乘胜追击。欢迎十位高参的光临，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杨继荣杨老师、贾文忠贾老师、张广文张老师，欢迎三位。民间好酒代代相传。河南临河酒业携手一锤定音，寻找最具眼光的投资者。好，赶紧进入今天的第一道题，辨真假。这件宝物是一个梯形玉佩，雕刻兽面纹饰，宝主认为它出自商代，质地为和田碧玉。这件宝物像是一个佩饰，雕刻有勾云纹，因为表面有一层很厚的包浆，已经不能分辨出材质，宝主认为它出自汉代。那么两件宝物哪一件才是符合描述的真品呢？请上两位宝主，有请。欢迎两位。好，来，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刘静苏，来自保定。今天你带来这个呢，是号称是商代的兽面纹玉佩。什么时候拿到了这样的一个玉佩？就是这个宝物不是我的，是我舅舅的。舅舅是一个收藏爱好者。30-40年前，就是他就骑个自行车，然后去一些县城啊，或者是村里啊，去淘东西，然后就淘到的。当初他花了多少钱淘到了这个玉佩呀？5块5。多少钱？5块5。30年前，对，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那5块5算不少是不是？刚才这位啊，他说是他舅舅以前30多年前花了5块5淘的。您的这件是您自己的吗？这块呢，其实是我叔叔淘的。哎，一个是舅舅淘的，一个是叔叔淘的，都是家里亲戚。叔叔什么年代淘的？40年前。那这个便宜点吧，3块5。可以再便宜一点吗？比3块5还便宜。再便宜点，还是真金白银，2块钱。2块钱？哎呦喂！你说以前2块钱能淘到这样的宝贝，现在2块钱能坐地铁都不够了。好，这2块宝当成
只有一件，描述符合事实，请我们的十位高参写下你们的第一印象。后面的高参有的写的是太黄了颜色，有的写太整齐了，还有写做旧，写神灵，还有写饕餮。两位选择一下你们的高参。鬼。九号王韵婷。红牌子上这个，我觉得它很像，有没有觉得像《还珠格格》？就是里面跳大神就驱邪的那种戴的那种面具，所以我觉得它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左边的这个呢，我觉得它用酸泡过一样，开裂的比较均匀，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颜色就像沁过的一样，不是那么真实。萧剑，饕餮吗？看来大家都是有文化的人啊，都认识这两个字。我也是刚会写都难得。对，就会写这两个字。其实它那个兽的那个纹样啊，有点像饕餮纹，但是呢，我觉得它跟饕餮纹还有点出处，还有点不同。再有一点呢，它如果是玉佩的话，上面会有一孔，就是佩戴身上会有一个孔，它上面没有这个孔。像蓝台子这个美女拿的，她这个玉佩呢，它是象牙这个雕的，它就有一个洞，它专门挂绳的，所以说我觉得蓝台子稍微好一些。其实你不是为了显示你能写这俩字儿，对，其实我们就是从这个有没有洞来看，这是不是玉佩？其实上面是有洞的，在顶端，啊、有洞也是后打的，肯定不是原装。您会写这俩字儿，我们知道了。我觉得红色这个台子上的宝贝有点太过于发红发黄，我觉得有点太过于有厚重的历史感，反而不太真实了。林宇选择的是哪块呢？最初的选择是红台子，是这个寿面纹的玉佩。对，但是听了几位高参呢，好像大多数高参都认可的是蓝台子上的。嗯，得，那我就信高参的，我选择二号蓝台子上的。小姐呢？我也觉得这个象牙这配饰比较像，符合这个年代。但是为了跟李明玉老师作对呢，我不得不选这个，那我就选择一。那两件当中到底哪件是描述符合事实？看看十位高参的选择是，只有一位王韵婷选择的是兽面纹玉佩，其余九人全部选择的是象牙勾云纹的配饰牌。我跟你一样。这回到底是真相在少数人手里，还是大多数人是正确的呢？看看两位的选择，萧剑和明宇确实完全不一样的选择，虽然是哥俩双胞胎，所以在这第一个环节肯定有一位能够很高兴的得上这一分，他会是谁呢？两件当中只有一件描述符合事实，他是明宇回答的正确，象牙雕勾引纹配饰牌，描述符合事实。来，请问一下专家老师，兽面纹啊，是咱们古代器物，以至于说玉器中啊，出现频率最高，这个流行时间最长的这样一个花纹。尤其是我们看到玉器上的兽面纹呢，有这样几个重要特点：它的上部啊，近三分之一的这样的部分呢，是表现的兽面的一个角，鸡角、龙角的形状，羊角的形状，等等吧。它的中部是眼睛，那么眼睛的形象呢，也是有特定的样式的，木字形的眼睛、环形的眼睛，或者呢平行四边形的眼睛，那么比较大，眼睛啊比较突出。那么我们这件作品呢，它的上部呢是一些复杂的拐，就是勾连的，这样就叫夔龙纹，这和商代的已经不太一样了。这个兽面的眼睛呢是一个小的椭圆眼睛，在下部就比较偏下，和商代的呢作品呢，就是兽面呢有很大的差别。那么这个图案呢，基本上是按照战国汉代的兽面纹的样式来进行自己的设计和创作的，个人的现代再创作，再创作。说它是战国汉代的兽面纹也不像，说是商周的兽面纹也不像。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商周的话，这个眼睛还不够大，再大点就好了。所以告诉舅舅，不过这个五块五花的应该也不太冤哈。您将获得由紫萱酒业提供的紫萱名苑冰白葡萄酒一份，谢谢您，转送给舅舅。好，谢谢舅舅，谢谢。
好，朱学呢这块的勾韵纹配饰牌确实是来自于汉代，现在问题就是它的价格大概在多少？叔叔告诉您说现在目前价格多少吗？10万左右。哦，40多年前的2块钱，现在10万左右，多了多少个零呀？请教一下身后的高参。真零。这块象牙牌，我看它的工，不是那么太复杂。我的估价是在15000左右。那个现在这个象牙，我们都受到了国际的通则保护，所以呢，一般来说是不能上拍。就如果在底下成交的话，那么应该在8000到12000。但是和我们保主的估价10万差好多了。但是比2块钱高多了。这价格可能应该是在3万。太整齐了。乍一听起来我开始比较相信叔叔，但是呢那个后来我觉得几位高参分析得非常有理，那么我估一个中间价吧，5万。那这两位叔叔你们觉得呢？这是肖叔叔。对，12000我觉得有点那什么了，太，而且加上他的年代的话，应该在3-4万吧。你要3-4万，那我就听那位先生的2万。好，来写下你们心目当中实际对于这块配饰牌的市场估价。林允是干净利落脆，对，我们说话算数，不像人家。也许他又多一个零少一个零也不一定。哎，真得数。好了，你们家账真的不应该归你管。看来啊，超过20块钱就不给他批了，就是。好，来看看这件汉代的勾云纹配饰牌。目前市场估价，根据本栏目合作的2家拍卖公司以及1家古玩城给出的市场估价是多少？会不会到叔叔说的10万呢？1万。所以明宇给了2万，萧姐给了3万5，所以给明宇加上一颗钻石，2-0。来问问张老师，像这个样式的这个造型呢，在这个战国汉代是比较多的。我们看到一些玉的剑士脸上有一些腹面上呢有一些嵌片，可能都是这样的形状。成祖玉佩中呢还有这个叫小的那种被人称之为乐子的，就都是这种扁方的边缘呈方尺状的这样的作品。那么象牙的这一类的作品呢是非常少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象牙不易保存，一般来讲呢它这个质地呢会发生这个很大的风化。那么这一件呢是属于牙骨类的这样一个作品，它表面上呢有一些黄和黑的这样一些变化，就是说呢它的这个风化程度呢已经也很严重了。另外呢作品呢不太完整，那么边缘损坏比较大。它的花纹呢上面这些我们叫它勾云纹的这样一些装饰呢简单，边缘呢而且还不太，就是说不太完整，因此呢它的价钱呢价格呢应该是不是很高的。好，谢谢张老师，谢谢，也谢谢周璇，谢谢。进入接下来这轮辨真假。这件宝物是一个青花大冠，通体绘有云纹和花卉纹饰，青花色泽凝重，纹饰精美。宝主认为它出自清代晚期，器形硕大，十分难得。这件宝物也是一件青花，青花发色纯正，釉面肥厚，绘有两组人物纹饰，题有渔樵耕读，民国丁亥秋月王布画于诸山款制。宝主认为它出自青花大王王布之手，十分可贵。专家认为2件藏品中只有1件描述符合事实，那么哪一件才是真品呢？好，请上两位宝主，有请。你好，欢迎两位。先从您开始吧，做个自我介绍。我是咱们保定保定府来的，反正是干了一辈子这个的，今年吧74岁了。您的这个罐儿是什么时候收到的呀？这个罐儿了是我妈妈收的。我妈妈收的时候吧，在解放北京那年，前门外吧有个挂货店，这挂货店吧就得买这个带裳的。当时妈妈花了多少钱买了这个？
280个现大洋。哎呦，不便宜。280个现大洋，当时是一个公务员一个月是三到五是吧？这你都知道。现大洋，原来我有个盖儿，盖儿坏了。这个盖儿我拿送人了，让我。这位先生做个自我介绍来。大家好，我来自湖南省娄底市，一个美丽的龙县城。我姓肖，名龙金。这个是什么瓶儿？这是我爸爸借给我，请专家看一下这是不是真的。这个呢，号称是王布的青花人物瓶。王布呢是号称当时的青花大师了，很多作品是被国内外的一些博物馆收藏了。爸爸有告诉你说他当时花了多少钱，在什么时候收藏到这样一个瓶吗？中我的那年94年，然后收到的，然后当时花了2万多，可以买套房了。哦，当时2万多买套房。对，这是94年生的孩子，今年应该是正好22岁。这位老先生虚74岁，应该算爷爷辈的。对，带着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当时用280元大洋换来的一个大罐儿，和这个94年爸爸花了2万多块钱买了这个王布青花瓶，其中只有一件描述符合事实。请我们的十位高参写下你们的第一印象。来，请两位选择高参。肖剑先来吧。刚才跟我一样，唯一一个跟我一样。我选了蓝色台子上这个小的，它的外观看起来比较的整齐，比较的干净做工，而且我和堡主都是同龄人，所以我支持他。都是94年生人。对，这个大的一看就特别特别喜欢，觉得很漂亮。然后这个小的呢，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境。凌云选择一位。F4从何而来？渔樵。然后耕读，对，这个四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渔夫，还有那个樵夫是砍柴的，然后呢还有种地的，还有读书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瓶子啊，画的不是很好，画工差了点意思。反而我觉得那个大罐子像是真的。您跟我们这位9号女士完全不一样，她说这个看脸的时代，她就觉得这个画的好。对，我不看颜值，我只看内涵。但是所谓这个仿啊，就是我认为呢，就是小瓶的这个瓶型仿的也不是很好，画的呢也不是很好，胎质看着也不是很好。我就是喜欢这个红色的这个红台的这个大罐瓶。本来这局吧，我觉得不太难选。我觉得应该符合我的逻辑，就是大的准好呗。而且你看它的那个，从那个照片上看，非常的，它那花纹非常鼓，非常立体，我特别喜欢。但是呢，这个突然听这个堡主一说，还有一个盖儿。我说一有盖儿，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就好像那个，好像是家里腌咸菜那缸的，我感觉。对呀、啊，我就怎么会还有盖儿呢？一有盖儿，我觉得不太像是。还是真的吧，而且那个屏我上去看了，而且有破损的那个280块大洋，真是太有魄力了。但是说到这个小罐儿也是也有它的问题，它也有也带伤。对，这个太难，两件都是太难判断了，都有残缺。我看看你吧，你先说。这个、英语呢？这确实是应该有盖儿的。这个、你家有一个呀？不是，我们家有类似的，但跟这个不一样。是烟这是叫将军罐还是叫什么？这我不太懂啊，这应该可能一会儿让专家老师来说一下。对。这我认为这上面确实是应该有个盖儿，而且有个盖儿会非常的好看，而且个人觉得它应该是成对儿的，应该五，所以我觉得应该500多个现代洋，所以我觉得我支持这红色台子。其实它有盖儿才是正常的。对，其实这都是应该成对儿的，只不过你好像拿来。那我支持这面的。好，80来，请十位高参以及肖剑和明宇来做出选择，两件当中到底哪一件是描述符合事实？好，来看看十位高参的选择，只有两位选择的是王布青花人物瓶，其余都选择的是这块大瓶儿。好，来看看肖剑和李明宇选择的是什么呢？又要玩了。小姐，你这个表情意味着？我又跟那个9号那位小姐，我说这叫坏。所以只要你们一致，答案肯定是错的。我估计是。够呛了。这个理论推断是否是正确的呢？来，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两件当中唯一描述符合事实的是
它是一个青花瓶，青碗漆，青花，花卉文冠。恭喜明宇回答正确，再加上一枚钻石。看来我们的定律是不变的，是吧？来，杨老师。刚才咱们选错的这两位这个高参啊，肯定对这个陶瓷，尤其是对现代陶瓷史不太了解，因为这王布啊，在这个现代的这个陶瓷界是名声赫赫。这王布号称青花大王，这个人不在珠山八友之列，但是他的成就，在所有画青花的人里边，至今没有人能超过他的水平。他觉得什么程度？就是说他到现在啊，就是好多人为什么包括仿制他这个，你能达到形似，达不到他的神韵。他画的时候也不是这笔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儿，要他用劲儿和这个用力，哎，就真跟这个技术纯熟的这个工匠一样。啊，他在创作的时候是用心在创作。景德镇，收藏的人一提王布，说找王布的东西，只要是真迹，我们绝对往回收。就王布这个东西比官窑都贵，所以鉴定王布的这个青花瓷，说你要想这个说看他的这个，掌握他的诀窍，你们最好是找真的王布的真迹看一下。然后你自个儿再画一下青花，然后你比较一下它的韵味到底是怎么出来的，你才能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谢谢杨老师，谢谢。所以要很遗憾告诉爸爸，这个不是真的，所以多看看王布的一些真迹啊。知道吗？最高价王布的这个作品曾经拍出过2700万，这是他的最高价。冰酒一瓶送给你，谢谢。送给爸爸啊，谢谢。好，谢谢您，谢谢。谢谢。王先生，您的这个大褂确实是真的，您对他有个估价吗？现在我是想着你闹上1公斤黄金，哎，回去以后咱们盖庙呢。在他心目当中，对于这个瓶儿的估价呢，就是23万人民币左右，也就1公斤黄金左右。来请教一下后面的高参。烂得可爱，这位先生，3号。我说这个东西啊，在我眼里啊，也值个18000。为什么呢？它毕竟呢是属于清代青碗漆仿康熙的。如果它是完整有上面那个盖儿的话，我觉得价格应该会比较高，因为它稍微有一点残缺，有点遗憾。我觉得大概是6万到8万之间吧。来，小姐选一位。10号。我给的价是15万。我认为在3万5到4万左右吧。确实这个东西没盖儿了，有残，然后不成对儿，大概5万。肖剑，你赞同他的意见吗？我非常赞同他的意见。其实我因为什么的，我给的估价应该在15万，没有盖儿就打对折了就。然后上还有残，多给点吧，5-6万，5-6万中间。所以你们觉得价格是差不多的，来输入你们心目当中的市场估价。来看看这件青碗漆的青花罐，目前根据本栏目合作两家拍卖公司和一家古玩城给出的市场估价，到底会是在多少？8万。肖剑多给了5000，就对了，你说说。赶紧，肖剑加上一颗星星。谢谢。装饰一下，装饰一下，5000。来，谢谢。这个价格合适吗？来，杨先生。拍卖行给的还是比较合适的，为什么？可能是根据他这个品相，同样是这个仿康熙的，也有这个上中下之分，这个是属于上品，就是无论从造型、花色还有画法都跟那个康熙啊基本上一样，唯独就是那底足啊，就是光绪时期时候拉坯的修坯的那特征，这个属于我们叫小康，小康里边的精品。这个东西啊，就呢搁在寺庙里比较合适。刚才我说他又信佛，我觉得这个直接把这个捐到寺庙里边的，你再配上一个盖，这个又有特殊的宗教含义，比较好的。如果要是像这样的啊，带盖完整的，价格应当刚才跟
他要的那个价格差不多。拍卖行可能是根据这么两条吧，给出的价格非常符合当前的市场行情。好，谢谢杨老师，谢谢，也谢谢王先生，谢谢您，谢谢。好，几轮过后，现在是3-1，名誉领先了。接下来是黄金大比价。现在这个环节是黄金大比价，和2公斤黄金相比的呢，是我们在台子上摆的这个汉代的青铜错金镶绿松的带钩。这是干什么用的呢？这带钩？古人穿衣服的时候用的这个勾着的。不是形容我和李明宇之间的差距是吧？我们俩中间不仅有坎儿。这件呢是来自于汉代的带钩，之前我们看过骨制的带钩，也看过玉制带钩，而这个呢是青铜的错金镶绿松这样的一个带钩，工艺非常的精致。和它进行对比的是2公斤黄金，不到五十万，也就是46万元、47万元人民币左右。所以这件带钩的价格是高于2公斤黄金还是低于2公斤黄金呢？来请教一下身后的高参。这个带钩看得精美，有错有嵌，很美的一个艺术品，但是我是还是选择黄金啊。这个带钩上面看它是有那个绿松，当时那个年代这个绿松石应该算是比较完美的。对，现在讲究绿松好的也都不带铁线。我觉得这个比黄金要值钱一些。我觉得两者差距应该不是特别大，嗯，但是2公斤的黄金是46万左右。对，我觉得这个带钩应该至少也是20-30万，但是相比之下，我觉得可能黄金还是要高出一点点。明宇心里有价位吗？青铜呢，首先它的对于咱们研究的价值来说是很高的，但是由于市场的局限，可能青铜在市场上的价值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如果咱非要拿它跟黄金去比的话，那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黄金要高一些。肖剑你觉得呢？绿松石我是比较喜欢的，绿松石、青金石我都挺喜欢的。这么大一个，我觉得应该价值不菲吧，我觉得这个钩应该高。来写下你们二位的答案，看一下钩高金高。这件宝物根据本栏目合作两家拍卖公司和一家古玩城给出的价格，到底会不会高于2公斤黄金呢？看一下8万，所以李明宇回答正确，加上一颗钻石，4-1。贾老师，这东西都这么精美了，才8万元吗？带钩呢是古代的时候啊，达官贵人还有文人啊武将所佩戴的，它是个身份地位的象征，它主要以铜的为主，另外呢也有金的银的，也有这个错金银的，还有玉的，还有象牙的，对，还有别的质地的。这个带钩呢一般来讲都是这种 S 型的，另外呢就有类似的，比如说错金银的，包括镶松石的，这就属于在这个带钩里边就档次比较高的。这个带钩来讲，我认为制作还比较精良，你比如上面那个龙头，那挂钩那龙头都是金的，包金的，完了下边呢是中间呢，咱们看见那个花纹中间都是错金的，中间是错金的花，完了镶嵌的绿松石。拍卖行给的这个价格我认为也是比较合适的，它是参考2015年香港那个嘉德的拍卖，它一般来讲跟它类似的成交价有8万的，也有10万的或者11万的。谢谢贾老师，谢谢。说到这个带钩上古青铜的带钩为什么要镶嵌绿松石呢？来看一段短片。在流传至今的古代青铜器中，很多都镶嵌配饰了绿松石，那么在古代身份地位高贵的青铜器为何要选用绿松石作为最重要的镶嵌材料呢？史料记载，早在3700年前，我国就已经出现绿松石的配饰了。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一件夏代绿松石镶嵌兽纹铜牌，被世人称为超级国宝，上面镶嵌了足有上100块的绿松石片。无独有偶，在被誉为中国龙的夏代绿松石龙形器上，竟然也使用了2000多片绿松石，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在中国早期龙形文物中十分罕见。专家认为，
这两件器物，一件描绘的可能是部族图腾的神兽，另一件则是象征权力的龙杖。而绿松石能够作为这两件高贵神器的配饰，自然也是身份不低。绿松石晶莹如玉，颜色艳丽，在远古时期就被认为具有天空的颜色，代表上天的旨意。因此，作为人们对天地的崇拜，绿松石与神的造型一起出现在青铜器上，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件宝物，嘉宾给出惊人价格，十万、百万、千万，这多少万呢？这是，行了。是为宝物所动，还是另有隐情？就家里养大蒜，吃蒜苗什么的。我想赢的是比赛，他想得的是人心。一锤定音，精彩继续。好，前五轮过后呢，目前是4-1，好像历史又重演。对，上一期我坐那儿也是百爪挠心的，也是这么难受，如坐针毡的。所以你现在换了一个位置，看他那样，你是不是心里特别的舒坦？我没那么小心眼，高兴，我是偷着乐的。还有四轮，好，接下来进入辨真假。这件宝物是一个玉制的剪刀，是几年前宝主花30,000元购得。从宝物上的龙头纹饰来判断，宝主认为它出自西汉晚期，为皇家制造。这件宝物的造型像一个勺子，材质为青铜，上面刻有一组相对应的纹饰，是宝主几年前花5,000元购得。宝主认为它出自辽金时期。那么两件宝物中哪一件才是符合描述的真品呢？请上两位宝主，有请。您好，您好，来，先从我身边这位老先生开始吧，您做个自我介绍。年贵姓魏，74岁。魏先生，这个您号称是西汉晚期的玉剪刀。从玉质上看，玉质是青玉，再一个是龙纹。这个龙纹呢是上嘴唇呢上翻，下嘴唇呢后翻上翘。这是汉代的这个龙纹的典型特征。还有一点就是龙纹头长，四马头。您这些资料都是从哪儿查来的呢？这些个资料啊，我都学习来的。活到老学到老。您什么时候得到的这个玉剪刀呀？有个5-6年了吧，一个藏家转让的。花了多少钱呀？3万。再来问我身边这位，我记得你上回说你是你公公带了一件藏品来。对对对，今天还是他的。还是他的。还是他的。今天这个是，这个是一个辽代的铜币，这个就是匕首的那个匕。这是匕首吗？这个不是匕首，我觉得各位嘉宾可以猜一猜它是干什么的。我觉得像勺子，但是太平了，吃不了多少东西。铲子嘛。铲子。对。这么小的铲子。你这铲子您是能盖房啊？铲什么用呢？修墙呢？摊个煎饼什么的。煎饼是从哪朝代开始有的？那时候就有煎饼果子了是吧？辽代就有。这是干嘛的呢？这个呢，就是它是一种石器，古代的，就是分餐用的。这当勺子我都觉得有点小，这还分餐，分到我这儿挺够的。贵族用的，吃的都比较少。辽代的铜币，西汉的玉剪刀，两件当中只有一件描述符合事实，请我们的十位高参写下你们的第一印象。后边的十位高参，有的写昆曲，还有写理发。来，明玉选择一位。出怪事儿。我们在古玩行业混了几十年了啊，我第一次见到玉剪刀，所以我觉得出大事，出怪事了。而我的认定呢，这个匹呢是分食用的，包浆浑厚，大开门。我是选择这个铜笔是真的，铜笔是真的，然后。玉剪刀的话，我觉得这个玉剪刀真的可能不太能剪东西吧，实用性太差。肖剑选择一位。神话故事。我以前所听到的这个剪刀的这个由来啊，就是由两条蛟龙缠到一起组成了一把剪刀。我认为这个仿的有点太假了。还有一位的选择，肖剑。
一剪都一样，我听听九号的。我婚娶说的就是这个御剪刀，因为我记得在古代的嫁妆里面应该是会有剪刀的，就是寓意新郎新娘以后会前程秀锦的意思。哦，对，注意啊，他选的是剪，不是一刀两断的意思吗？对，选的是剪刀。不是，我觉得我要提醒一下嫂子了啊，他已经第几次选九号了啊？然后而且九号今天的关键词是婚娶啊。关键是这前几轮都是错的，我们萧静依然还是选择了九号。对呀、啊，他选哪个我不选这个。萧静会听你的，我相信他。谜语，你觉得呢？现在心里有答案了吗？可能是我确实我没见过玉剪子、嗯，确实也是，甚至是第一次听说。嗯，第一次听说这事儿、嗯，然后可能我会保守一些，嗯、保守一些选蓝色。萧静呢？第一，你要跟我作对；第二，你要听你喜欢的人的意见。铜币也有它的问题，我觉得它上面花纹太新了。就是你在想着以前要分餐，肯定会有些磨损。哎，你选的是铜币吧？对呀、啊，我捡。这个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既然能把它拿到这个舞台上来，可能就是对咱一个考验。你这东西见过吗？你不仅得选它，就你见过吗？正是因为大伙儿都没见过，那你不选它，你来擦呀。算了吧，我还是来这个吧。先来看看他们几位的选择，请十位高参做出选择。看看十位高参的选择是。确实只有九号选择了御剪刀，你真的选择的是铜币吗？来看看萧剑到底选择的是什么，依旧是和谜语不一样吗？看一下，还真是。到底是萧剑和九号选择的御剪刀，还是我们大部分的高参以及谜语选择的是铜币，描述符合事实呢？恭喜明宇回答正确，铜币描述符合事实，再加上一颗钻石。我想问，我还有机会搬回来吗？再看看后面还有几题啊。来，首先听老师的意见，这个玉剪刀出了什么问题？古代的金属剪刀呢，刃部啊都比较的扁，比较的平，比较精致，这柄部呢做的都比较简单，而这一剪刀的整体样式呢，应该说呢是属于现代的样式，虽然呢它局部用了一些像这个底下这个瓣儿啊做成龙形，但是呢很有想象力，艺术性很好，嗯，但是呢和这个实际的这个剪刀，古代的剪刀的样式上面呢有很大的差别，它是一种啊现代人根据现代剪刀的情况来设计的。第二呢，这件作品呢它的皮壳上面的这些白色是人工做的，和真正的发展变化而形成的这种旧色呢是不一样的，有这种斑的地方和没有斑的地方呢没有过渡，很明显的呢它是一种人工的做旧。谢谢张老师，谢谢，也谢谢魏先生您了。那现在这个铜币确实是描述符合事实，是辽代的，问题就在于价格会是多少。公公告诉你说他当初这个是5000块钱买的，5000块钱买的，哪一年啊？哪年买的？买了，十来年，十来年前的5000块钱买的。那时候5000不少，对，也不少，挺贵的了，嗯。现在有自己的估价吗？公公有告诉你吗？因为他可能也没有太想卖，他说收藏这个东西嘛，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个藏品暂时的保管者。我们第一就是保护好它，嗯，第二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东西，让大家都来看一看。第三呢就是找到有缘人，这有缘人的前提呢是有缘的价格前提，所以价格多少现在两位请教身后的高参。来，萧姐你先选吧。我选七号。嗯，这样它是一个分时的，那么就是不一定是皇家的人才能用它，就平民老百姓肯定也要用到这个东西，所以呢就是打个冒号说它的出身不是特别高贵，加上它是铜制的，我认为现在应该在8000块钱左右吧。既然它是5000块钱买的，我在它5000块钱上翻翻，我觉得50000吧。来，明宇选择一位。我可以选九号吗？那我选九号。来，九号玉婷，虽然错了，依旧要听听你的意见。我给稍微高一点，给10000吧，翻个番。你这哪翻番？你觉得行吗？10000。一万你觉得行吗？差不多。哎，上我就知道你觉得行。存世量也应该是挺大的，市面上我也见过差不多类似的，也就10000多块钱。两位心里有估价了吗？这东西要给我的话，我觉得20000块钱吧，
收着。哦，2万块钱了。2万块钱，差不多，我觉得。刚九号给的多少钱？1万。这么不听话，你来，我听听你来的不一样。肖剑在这个环节一定要争取拿到分数了，要不然这差距真的就扳不回来了。这个时候再拿分数，还有可能能扳回来。15000呢？电量还有这小数点，千万别错。来，说说你们心目当中觉得这件辽代铜币的市场估价到底会是多少？好，一会儿看一下这件宝物，本栏目合作两家拍卖公司和一家古玩城给出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哎，8000，哎，谢谢九号，到我的时候你老帮我，到肖剑老师那你老坑他。好，来给明宇再加上一颗钻石，6-1。小姐目前在，对，赶紧扶好凳子坐直了。为什么，贾老师？为什么说给这个价钱呢？因为它本身不是独立件，它一般都是附带于某一个某一类的器物。你比如说我们过去，这个青铜器基本都以礼器为主，它主要是配在礼器里边的。比较容易混的是什么呀？币和勺，还有一个斗，这三种东西中间这个坑挖的比较少的，这叫币。再深一点的那个就是勺，就类似这个瓶盖是翻过来那种，也是勺的，叫斗。这些呢都是配在那个器物里边的。它为什么叫币？它可以起到一个类似一个取食物的，有点铲的功能。你比如说取肉，大米小米蒸熟了的啊，主要是以取的功能。喝汤的话，那就是用勺。斗就那圆的那个带瓣的那个基本就是蒯酒或者蒯水用。它出土的时候呢还不一样，你不是这个币呢主要是在哪儿？出在鼎、簋和立这三种东西里边。勺呢，勺主要是在一些个尊、仪、斗，就那个圆头的那深一点的那个，后来像个漏斗，或者不是蒯酒用的，这主要是那就是酒器了。由于这种币呢就是数量比较多，所以呢价格不是特别的高，所以呢给出的这个市场参考价呢还是比较合理的。好，谢谢贾老师，也谢谢薛女士，谢谢您，谢谢。现在是6-1了，就剩2轮了，小姐，2轮，这是为了颜面而战。可以加棒吗？加棒1轮2票的。这你问明宇同不同意？好，赶紧进入，可以都给你。下面这轮辨真假。这件八方造型的瓷器是一个文人案头清供，瓷器的四面绘有花鸟纹饰，并题有作画者余玉昌的名款以及辛亥年款。宝主认为宝物出自清晚期，是难得一见的珍品。这件宝物也是一件文房瓷器，造型端庄，釉面肥厚，底部会有大清雍正年制6字篆书款，宝主认为它出自清代雍正年间，保存完整，实属难得。那么，都是宝主口中难得的珍品，专家是如何判断的呢？好，请上两位宝主，有请。你好，你好。优先来做个自我介绍。你 好， 你好，我姓汪，来自辽宁大连。我今天带的这个是一个余玉昌先生的一个水仙盆。哦，余玉昌先生的，您这是您自己收着的吗？家传的。从哪辈儿传下来的呢？我自小的时候就看见他，一直放在窗台上，就姥姥姥爷家窗台上，就家里养大蒜、吃蒜苗什么的，没人觉得他是一个老物件，就一直搁置在那儿。哦，那他到底是不是呢？这位先生您贵姓？我来自北京，姓张。这个喜的是我那个2003年的时候啊，是从一个老师，也是我们老街坊手里匀过来的。匀过来的。对，因为他本人呢也特别喜欢这个啊，后来呢他见我特别喜欢呢，就匀给我。我给了他5000块钱。哦，5000块钱啊。啊，您看他那个水仙盆，就是种大蒜那个水仙盆，那个怎么样？那个瓷器好像是民国的。哎，您这个是号称是清雍正的，这个是清晚期的。请我们的十位高参写下你们的第一印象。
这轮两位其实看的也时间也不短，看出个所以然了吗？我要选一个很好的一个器物，叫我花钱买的话，我就选这个。我觉得可能是红色台子上的这个水仙盆，对它的年代感、沧桑感是有的。嗯，要不要听听高参的意见？来，明云选择一位四号说俗的这位先生。刘先生说的是哪个俗呢？种蒜的那个。啊，种蒜。对。啊，这怎么个俗法？这个所谓这个俗啊，就是看它上面这些画啊，这个虽然是个水仙盆啊，但是呢它这个里面这个画好像一点水仙的迹象也没有。我觉得那个蓝台子像工艺品，乍一看吧，这个颜色不对，泛着贼光。嗯，然后它的款啊，我感觉写的有点问题。来，肖倩选择一位九号已经跃跃欲试了。来，刚刚肖老师一说他选蓝台子上那个，我心里就一颤，我觉得完了。我其实第一眼我特别喜欢蓝色的这个，因为我觉得它很有灵气，它的颜色很正，而且有点透亮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水仙盆应该是真的，它虽然这个画啊觉得稍微有那么严肃，但水仙本身是很淡雅的东西，种在这里面应该非常漂亮。来吧，好，来，同样请十位高参写下你们的选择。好了，看看十位高参的选择是，八位选择了水仙盆，尤雅和王韵婷选择的是笔洗。我发现啊，我们俩来这儿的目的不一样。我想赢的是比赛。啊。他想得的是人心。看出来了。看出来了，到底是不是依然不一致？确实。我那个相信我这个是真的，相信那是真的，那个种大蒜那个水仙盆不是真的。觉得那个种大蒜那个水仙盆就算了吧。两件当中只有一件描述符合事实，到底是红色台子上的这个清晚期花卉水仙盆，还是蓝色台子上的清雍正天青釉的笔洗呢？肖倩刚才选择的是哪个？笔洗。这个。好，我要告诉你的是，在这倒数第二轮当中，你的选择是错误的。恭喜明宇再次加上一枚钻石，7-1呀！今天我们都是赢家，啊，只不过是我们对赢的看法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哥，你赢了，永远保持同一立场。好，来问问我们的杨老师。认为这个，咱们先说这名称啊。这正确的名称应当叫玄文尊，真的那个玄文尊应当有三个足，那个在古代时候是一种酒器。您那朋友就是说5000块钱卖给您，这东西不贵，为什么？它是一个仿的非常不错的纺织品，如果就是虽然不能说高仿吧，但是它是仿的，就是相当精美的这个天蓝釉，做的非常精美，那个包括款式的写法都非常不错，但是跟那个真的那个雍正的那个正确的年款，你要是仔细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您那价格，如果那朋友说这真是雍正的，他卖给您，您现在还得给人找回钱去。这如果是雍正的，这个官窑玄文尊天蓝釉，在市场上50万起步，就目前行情不好的时候，这50万起拍，弄好的时候得100-200万。好，谢谢杨老师，那也谢谢您今天带着宝到我们的现场，我们送您冰酒一瓶，谢谢您，谢谢。谢谢汪女士拿到现场这个种大蒜的这个盆儿，确实还是描述符合事实的。那现在问题就在价格是多少？来的时候家人有告诉您说大概会要值多少钱吗？家人说这个余玉昌先生是浅绛彩的大师，所以我觉得大师的作品50000吧。我觉得既然是大师的作品嘛，肯定不只是50000，肯定这个估价有些保守了。哎，我觉得这一轮啊这样，
我说它值一个亿，然后九号说多少您就应多少，您准赢。我就不，我兄弟只能帮到这儿。我就不，还是问问我们的高参班号。老百姓家里用的普通用品，嗯，值不了一个亿。因为它比较完整，应该正确的价格呢在12000块钱吧。在选择高参之前呢，我想说我自己给定个价位，我觉得就给5000。就给5000了。后面爱说什么说什么。九号你也说5000，我求你了，给哥哥面子。最后我给他面子，乘个2吧，1万。来，两位，请写下你们心目当中对于这件清晚期的水仙盆估值会是多少？这件清晚期花卉水仙盆，本栏目合作两家拍卖公司和一家古玩城给出的市场估价到底会是多少？你这多少万呢？这是？赢了！10万、100万、1000万、亿，还真是9亿。不是，我是特别想成全我哥。关键，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能把这个大奖送给肖剑吗？啊，那不成。哎，你看，到最终到底了还是不成。所以，在这个价格环节，我们恭喜肖剑再加上一颗星星。好，这个水仙盆的估价合适吗？于玉昌嘛，评论呢认为它是晚清浅绛彩名家。哎，浅绛彩啊，是彩这个就是家道时候，后来到光绪，流行一段，这个呢是典型的粉彩，不是这个浅绛彩。拍卖行给这价格呢，就是一个它有确切的名头，第二上边有一个确切的纪年。有纪年的东西，大家记住了，就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这个在不，尤其在博物馆定级，这首先是要考虑的。三级文物，哎，有一个确切纪年，这就得定成二级文物。这个有一个辛亥年，正好是1911年，这个拍卖行的人给的价格是充分考虑了这方面几方面的因素。所以大家记住了，这个东西啊不是穷人家用的，主要是在咱们北方地区，尤其是北京这种大城市啊，就是你到了冬天的时候，那边看不见这个绿雾啊，所以都种点那个水仙，然后到正好到春节的时候，啊一看见，哎呀，这绿了，那春天来了，然后给人以春天的美好的希望。好，谢谢杨老师。近几年，体现文人情怀与设计理念的文房雅玩一直受到市场热捧，一路走高。水仙花盆因其文人案头清供的身份，也受到了市场的青睐。水仙花盆的造型产生于宋代，到了明清时期，随着文人雅士对水仙的崇尚，各种制瓷手段都运用到水仙盆的制作当中。水仙盆的造型更加丰富，种类更加多样，工艺更加精良。作为一种独特的陈设瓷，水仙盆的收藏价值也就越来越受到重视。2012年保利春季拍卖会上，一件清雍正窦青釉水仙盆成交价高达195.5万元人民币。2014年汉海秋季拍卖会上，一件清光绪粉彩暗八仙纹长方形水仙盆以40万2500元人民币成交。2015年西泠印社秋季拍卖会上，一件清光绪粉彩海水龙纹水仙盆以10.35万元人民币成交。从这几件藏品的成交情况来看，人们评判水仙盆收藏价值与其他瓷器大致相同，年代、器型、工艺水平以及稀有性，都是决定水仙盆价值高低的重要因素。好，谢谢杨老师。好，那么今天的赢家就是李明宇了。我们请吴立波先生为明宇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在我们节目当中，同样呢是十位高参，如果每人都回答正确的话，每人将会获得冰酒一瓶。来看看谁能够获得冰酒一瓶呢？看一下，多一共有8位，恭喜各位！好，再次谢谢十位高参，谢谢你们，也再次谢谢3位专家老师，谢谢3位，谢谢吴立波大师，谢谢您。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